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，大家早安！这是咪咪阿秋广播网，听医生讲看脉这个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。听医生讲看脉，咱这个节目是每礼拜日早起11点到12点播出，多谢大家收听。空中的朋友，大家早安，我是陈永兴医师。咱今日来上节目的吼，是咱高雄医学大学前校长刘景宽医师啦吼。刘校长你好，永兴你好，各位听众朋友，老早。嘿，刘校长是一个神经内科的教授啦吼。刘校长，你的专长是伫对一方面？我是神经科啊，主要专长是伫专攻的是中风含迄个失智症。哦，中风啦吼，啊失智症啦，哦，这当今嘛，大家中风是过去台湾足重要的十大死因吼，排进头前啦吼。啊，今嘛因为医学的进步，应该是死亡率有较低啊啦吼。对，今嘛第三个，第四。哦，今嘛排第三、第四啦吼。啊，今嘛呐，较早发现的，敢是拢大概救会起来较侪。现在除了说以前说上面黄金三小时吼，来做血浆溶解术以外，现在可以当像一关咧心脏病咧治疗吼，把一个迄个导管吼，存入去甲脑血管内底，把这个血栓通拍通嘿。所以有人会当存入去到脑内底啊。是是。我咧这导管的技术现在真进步了哟。诶，血管真油咧，是是哦，啊，所以除了讲用油啊，去把这个脱掉的所在，甲溶解，即摆来让直接通入去，甲伊处理就对啊啦，吼，甲迄个血栓去掉啦，吼。所以这抢救的时间得当变较长啊，吼，以前差2-3点钟，即摆7-8点钟可能有法度的。哦，所以安尼对这个中风的治疗，即摆有真大的进步啊，诊断嘛是因为即摆。脑的摄影嘛，继续进步的嘛。现在核磁共振啦，吼啊 ，CTA 啦，吼，那么继续进步。所以，对他掉拢随看会出来，是哦，对一条他的拢看会出来哈。啊，除了这个中风，你拄只讲失智，哦，这起码可能是大家较烦恼的，就是这条啊嘞哈。高龄人口的银发世界吼，碰到问题嘛。啊，那以前咧读者讲，人生其实才开始哦，是咧高龄人啊，起码唔是呢，起码是正常的现象咧。真正是七十才开始的。啊，所以70岁以外以后吼，这中风的比例吼，随年龄是等比指数咧增加啦。所以那85岁以上吼，要甲3/3拢有失智症。啊，尤其即马吼咧诊断各路进步吼，伫咧初期的诊断出来，所以比例。哇，相当高！啊，失智到今嘛，有啥物是预防较要紧？啊，是讲即个早期发现了，啊，有啥物好的办法通处理无？当然，因为失智症吼是足侪病因出来吼，像坦率咱讲的中风嘛是借着出失智症第二大的病因，血管的病变嘛引起失智啦。啊，咱一般讲的退化的是上侪啦，退化占差不多70%。啊，这内底的差不多，咱所谓失智症，差不多一半是叫做阿兹海默症，还是一种退化的，叫老人俗称老人失智症啦吼。啊，这类失智症的原因，今嘛搁真复杂的吼。啊，当然愈来愈清楚，但是伊搁有足侪原因的造成。哎，这个造成的进展，个这个机制吼，个无完全掌握的，所以咧治疗上来讲，药物的治疗效果，个唔是讲真好。不过即马知影讲，除了药物治疗的时阵，伫个初期的时阵，较紧做那叫做全方位的治疗吼。啊，包括营养啦，包括三高吼，糖尿病、高血压含迄个高血脂症的这个控制。运动，这个做迄个较好的社交，含对脑有益的这个活动，这整整起来是叫做一个全盘的这个老人的这个照护，会当促进
这老人的健康以外，我那一当预防这失智症的发生。嗯、所以预防有效的丢，是即马预防的效果。当然，唔是讲甲这个病完全消失，但是会当延缓伊发病的这个诶时间和进程，减少伊的发生，还是讲减慢啦吼。像讲本来七十岁特别失智的，可能到七十五、八十才失智，哦啊，这个时间拖后，安尼可能就会减少真侪这个较歹照顾的这个老人啦吼。是，啊你高一，敢那我看。即马有伫迄个啥物大东国校啊，创一个啥物，迄是福乐学堂，嘿，福乐学堂，福乐，好老人去啊，参加活动，还是伫遐甲因训练，还是讲要预防失智，一寡迄落计划伫遐咧做干唔是？是是，这是用这个病院的计划含这个教育部的计划吼，咱做一个创新的这个方式啦吼。啊，早期先做这个老人的教育的学院，那咧互因活动俩。啊，尾啊，咱正式甲用做一个这个啊，卫福部准许可的日间照护的这个中心。啊，这个中心等于是咱全台湾第一个。利用国校的校舍哈，来办一个日间照护中心啊，因为这不只是这个靠近病院好安排，搁再因为伫校园内底，还会当予咱讲叫做青少共学，哦，予老人搁倒转去学校遐来重学，含囡仔做伙，啊，囡仔诶做伙时阵，第一点就迄个咱诶老人诶教育底下有哪会当建立，啊，第二点就是讲。有迄囡仔做伙时，老人的生命力吼会提高，啊，那是一个传承，所以互相之间的这个互动，和咱这个老人的社会一旦有真有天伦之乐吼，啊，一旦吼，囡仔有这个对长辈的这个诶重视和对老人社会的了解，一旦透过安尼的互相学习的这个过程中，互相刺激，和这个生命一旦各路丰富。哦。这叫老少共学，老人和囡啊，做伙学习安尼的地方，啊，互相帮忙啦吼。是是是老人嘛，要照顾囡啊，啊，囡啊嘛，学习变怎照顾老人。是哦，也是讲啊，囡啊和老人咧耍吼，哎，啊，其实老人会变较少年啦。是是，哎，看到囡啊咧充满活力。那你讲老人吼，做一寡像种树啊、照树木啊，看下生命咧活动吼，啊，但是啥物话嘛，无比看到迄个囡仔咧成长吼，迄个喜乐含迄个感觉，如啊，阵伫大东国校遐差不多有偌济老人已经伫遐咧活动。遐迄阵因为校舍有限吼，咱以前的一个老人照顾中心超拢30人啦，啊，因为迄个校舍吼，迄个已经较旧啊，啊，最近定咧整理，啊，本正阮是会当。希望加差不多60个，事实上，咱嘛无希望讲每一个中心上大啦。对，因为当时咱嘛甲市政府建议，就是讲所有的学校伊拢有散布伫诶社区内底，开放这个空间出来，是一个足好诶据点。这个构想真好，因为即马少子化嘛，啊，真侪学校是学生就去啊，是是，哦，我唔知道你是不是大同国小诶？唔是，我大同国小诶。我大同国小，我读小学的时候，一个年级15班呐，啊，迄啰一班超过50个至60个学生啦。对。啊，你看，啊，你一个年级就超要1000个学生啦。即马听讲大同国小一个年级可能剩一班啊2班尔。对。哦。啊，你看学生减遐侪去啦吼，啊，本来的校舍本来的教室就足侪空落来嘛。是。啊，同款啊！你遐校园拢有操场，有真侪公共空间、游乐设施，哈！啊，这即个加出来的空间，和这个社区附近的老人，是你是会当来遮活动，哈！啊，这是足好的构想嘞。安尼吼，迄家属吼，嘛唔免讲，含政府唔免讲，为着要即个带老人去啊，到即个照护中心，都爱安排交通嘛。伊安尼话用行就行到，所以是一个足好的这个社区的据点。啊，校园阁真安全，是是，吼，啊，阁边啊阁有大同病院，是。哦，你当初你迄阵做校长的时，你想到这步实在是一个创举啦。
啊，即款敢有推广讲高雄市，敢有搁其他第二位出来？有，我迄阵要下任伊啊的时阵，个阮属下的四间病院，大家拢总爱负责去找一间学校来合作。啊，即马台湾有哪有几啊间北北部啊，啥几啊间？迄、那个有啦，阮伫台东，是阮华联的即个门诺基金会吼，阮嘛是去台东找一间东河国小啦。啊，东河国小就是伊迄本来足偏远的，所以迄是原住民的一间小学啦。啊，即马已经无学生啊啦，所以伊整个学校已经拢空出来啊啦。啊，废校，啊废校了，教育局讲，啊这是要做什么用途？啊，因本来想讲要做一挂迄落文创园区啦，吼，因为即几年其实台湾即个文创嘛是真流行的一个。名词啦，啊嘛真侪人咧推动吼，啊像讲咱高雄的博二，迄就是甲旧的仓库吼，啊即马佫甲伊变做一个文创的园区，啊本来即个东河国小吼，嘛想讲要做看嘛，但是伤偏远啦，足增开啦，啊所以到尾啊，因教育局总问卫生局啦，讲啊无恁迄个老人的照护吼，老需要即个空间。和卫生局 去主导去用啦，啊，卫生局就是从开放民间的讲照顾老人的机构，看有啥物人要来做。啊，阮门诺基金会总去改标着这个东河国小，嘿，啊嘛是规个甲改造，即马变做老人的日照中心。哇，啊，有那底下做一个长照的设施啦，吼。这其实全台湾，我感觉即马这个国校确实真侪拢有。空间啦，吼，这应该大家会当去思考看嘛啦。啊，尤其是在日本过去就足提倡讲，幼稚园小学生常常会去老人院，啊，是去含这个老人做伙吼，啊，互因学习。知影讲啊，咱日本那正式甲这个老人的教育吼，含失智症这种相关的教育。放入去小学的教材，对啦。所以我迄阵吼去日本参观，因的这个真侪照顾老人的这个所在吼，我足欣赏一点，就是讲，因在照顾老人的这个工作人员，拢是日本的大学毕业生在做呢。是，咱台湾即马是拢靠外劳较侪咧。是，日本过去是毋捌得引进外劳的咧，所以因是拢真正家己的。少年人，因的大学生毕业了，愿意来照顾老人，啊，就是因从细汉吼，都已经有安尼教育，培养囡仔讲啊，照顾老人真要紧，啊，照顾老人是一个足有意义、有价值的工作。咱今台湾吼，若要叫少年人来照顾老人吼，也无遐简单呢。是啊，其实日本二三十年前，我那面对讲都市化发展了紧吼，迄、那个。大家庭慢慢困难啊，村里拢核心家庭，所以阿公阿妈要参孙啊，做位机会嘛嘛，因为现代社会嘛真困难。对，啊，因要补这个伦理的物件，当然教学以外就是亲身体验嘛。对了，啊，所以倒转来伫迄个好，这个校园家的学习，会当和学生啊，会当学习到。嗯，啊，因从细汉栽培这种精神，所以因对做老人的教学吼，会足。容易接受了，对了。啊，其实老人有诶嘛，有足侪专长诶啦，伊嘛晓教囡仔呢。有诶是大学教授退休诶，有诶是高中诶老师退休诶，有诶公务员退休诶，啊，有诶老人是艺术家、哦音乐家嘛，拢有诶。哦，所以这是真侪会当互少年人有咱底下哦，给足侪生命诶经验啦。对，啊，会当互遮老人诶，即个。社会功能会当继续发挥啊，对老人的自尊心会当保留嘛，所以这比作讲，人讲成功的老化哦，或者说健康的老化，就是伫遮，因为伊继续会当家己的能力贡献予这个社会。哦，校长，你即马做两日的校长嘛，啊，无做校长了吼，我感觉师资即块吼。你也是在全国安尼小块，搁去推动一下。是这对台湾的社会，这是真要紧的代志。有啦，我除了讲伫学界内底，迄阵我有创设一个
台湾失智症协会嘛，哦、啊，然后我嘛去倒转去参加台湾的失智症协会，迄、哦、就是参啊朋友家庭啊，伫高雄，我迄阵那创立一个高雄市失智症协会，啊，即拢即马靠用的，咱去倒转来做社会公益。哦，拢甲你合适合适，都无无无。好，咱来听一段音乐了，我阁继续来请教刘医师哈。老老的下晡，点头捡一地花布，牵阮赶海归路，三五处边话袂停，无孙仔念经。怕人意的梦，不知当时真心，伊留在遐，昨日亲像电影播，有时无声，甘是青春当笑容，日头落山，伊的记忆落在倒位啊？问我的名，阿妈你敢会记住我？青春等笑容。
日头呢一条街，老老的下晡，点头捡一块花布，牵阮过海归路。欢迎各位回来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，今天接受采访的是咱高雄医学大学前校长刘景宽刘医师哈，刘医师啊，我今日嘛要甲你多谢啦吼，就是讲我最近出一本新册，吼，这本新册是台湾医界的人物100人的这个传记吼。啊，你伫内底有甲写一个序，吼，啊，你讲系荣幸啦，不，你这篇序写了真有意思，讲哦，我咧找这个医界的 DNA 啦，吼 DNA， 咱听众朋友可能知影吼，这个 DNA 就是遗传的物质的对吧？吼，就是讲在找台湾医界遗传到底是啥物基因的对吧？吼，你会当解释一下你的想法是啥？我想是因为永永兄伫即本册内底有记录108吼，已经有过星期诶，伫台湾即个奉献即个迄个医界诶即个人物啦吼。当然，即医界即个咱讲诶讲，伊较基本上就是医疗患者啊，但是嘛是会当即个医疗即个社会啦。所以我甲用名叫一生一世吼啊，一用这一二三的一吼。一生一世人，吼，咱像日本话讲讲，伊所前面的一世人奉献的职业，啊，你若甲医甲改做医学医嘛是，吼，医生的医生，医病人嘛吼，啊，医世的医世界，吼，医社会啊咧，啊，所以这个这个你内底这个啊，这本册内底108也分做六个大类啦，好，对政治社会贡献，医学本身，医学教育。吼、哦，啊，社区医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，这个也文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六虽然六个项目吼，六个大类，但是足侪人是几啊项拢有嘛，吼、哦，啊，像咱英英遐都是六项拢有诶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我是想要解内底用一个核心的物件，啊，咱来讲咱医界的典范的传承，啊，传承。吼、哦，伫医生物医学来讲，就是传，就是迄个遗传嘛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伫这个社会学来讲，就是这个精神的传承。嗯。啊，这传承，这个人一世人打拼来这个奉献伫这个土地啊，做医疗啊，做医疗相关的这个伊伫这个社会的这个工作。嗯。哦，啊，所以我是感觉讲。这是一个共同的物件啦，吼、嗯啊，所以我用这个 DNA 哈、这个比喻，希望这让传下去、哦。这就是用医学的这个核心价值的传承哈、哦。来看，医生虽然有足侪种类啦，哈、哦，我是把这本册分作六大类，对于这个社会也是病人做贡献哈、哦。像讲有的是专门在做这个人道的医疗。哦，早期咱台湾的医疗真侪，即个外国的传教士，吼、哦，来到台湾啊，一方面传信仰啊，一方面救人，吼、哦，啊，即像讲咱即卖的马街病院啦，中华基督教病院啦，新老病院，屏东基督教病院，嘉义基督，拢是安尼，吼、哦，拢是外国人来传即个现代医疗的经济，吼、哦，啊，伫遮。做足好诶，即个工课照顾咱诶患者。有一类就是拄只校长有讲到讲，拢咧做医学研究，吼，啊贡献人类，啊个教学教学生，啊甲即个医疗即个职业会当个传落，吼，像讲杜聪明，哦，这都是咱台湾真出名诶医学教育家，吼，啊创办高医，吼，啊过去也做过台大医学院校长即款诶，吼，啊个一类就是讲公共卫生啦。哦，咱知影传染病嘛，即台湾历史传染病是一直有诶咧，毋是讲即马较有即个 COVID-19 诶，即个肺炎尔呢。前古早马拉利亚，吼、哦，鼠疫、霍乱，哦，啊，咱迄阵 SARS， 哦，啊，即马个新诶武汉病毒来啊，所以公共卫生伫台湾嘛真要紧。是啊，有真侪医生
因奉献因的一世人，拢在做这个和传染病对抗的这个工作吼。所以咱台湾，你看即马疟疾拢无啊呢？是啊，这是早期足侪医生变做蠓仔专家呢，专门在研究这个疟蚊吼。过去过去，迄个输出去非洲嘛。到尾啊，过去全世界咁帮忙，第三世界的国家吼啊，所以医疗公共卫生的人才嘛出袂少。啊，搁一项当然就是拄只嘛讲着讲，医生因为关心这个社会改革，啊，到尾啊参加政治的运动，哦，日本时代蒋渭水啦，吼，啊，咱高雄人嘛会记得，古早有迄种啥物李元展，是尤金虎，哦，啊，这嘛是拢医生，啊，到尾啊哦去做生意员啊，或去做市长，吼，啊，即嘛嘛偌清德，哦，啊，这就是医生会当去参与这个政治的改革，啊，搁一类就是讲伫基层啦。拄只讲的社区医疗，哦，咱有真侪开业的医生，去装卡呢，去迄落偏僻的所在啊，安尼一世人伫遐咧顾患者，吼，啊，有的医生是开业成功，经济好了，佫回馈做公益的事业，哦，真侪医生啊，参加扶轮社、师爷会啊，去参与即个学校、私立学校，吼，啊，是讲吼即个。真侪社会福利的这个组织，吼，去咧贡献。啊，佫一类就是讲，有的医生吼，将伊看到的病人的痛苦吼，啊，写作文学作品。是啊。哦，啊是讲医生去做画家啦，去做音乐家啦，啊，做文学家这款的。啊，我那是在描写做医疗吼，含患者的真侪啊，这个感动人的故事啦，吼。啊，我佮分做六类吼。校长夫人啊，看到册在甲我问讲，啊是安怎分这六类啊？啊，我讲哦，就是因为我感觉讲哦，我读医学了，实在我足想要做这六种的医生啦。啊，六种拢想要做，啊做甲今日说一项都做无成。哦，这已经啊客气啊，伊六项拢六种拢做掉啊啦。我咧写物件，吼，典范的。嘿，啊我嘛去偏远地区咧服务。是啊，啊我嘛有伫校咧教册，吼。啊，我嘛小可有参与着政治啦吼，啊，公共卫生，我做过卫生局长吼，啊，所以我都逐项拢想要做啦。啊，但是吼，这真趣味啦，因为今日拄啊228，是啊，所以吼，今下晡伫这个高雄的历史博物馆，我想要伫遐办这个新册发表会。啊，当时吼，我想要做一个演讲，就是讲啊，台湾医界和228的关系啦，是吼。哦咱大家拢知影讲，228对台湾是一个巨大的悲剧，是啊，有真侪前辈牺牲，受到真大的恩困嘛。啊，我甲看，伫咱的医界吼，有那未少人去受到这个228的，相当济啦。嘿，咱高雄大家拢捌听过潘清科，是，迄是咱战后高雄第一任的议长，对，迄阵228发生的时。彭孟集的这个军队啊，伫寿山顶管嘛。啊，迄阵咱高雄市民惊讲，伊军队愈来扫射啊，真侪无辜的百姓的性命的这个损失。所以讲派五个使节团呐，去山顶找彭孟集啦，讲要拜托伊吼，军队就唔通愈来和民众冲突啦。啊，这五个内底有迄阵的高雄市长，啊，议长，啊，佮三个代表。结果五个去哦，拢互掠起来。彭孟集这五个掠起来了吼，三个共枪杀掉了。啊，到尾啊，议长含市长是放倒来，唔过哦，有那收集这个撇开就对啊。所以，偏清科议长，伊迄阵是高雄足出名的妇产科医生啦，伫盐埕埔咧开业。伊从此退出政治，无爱佫插这个公共事务。迄个。心灵的受到的这个伤害，伤害真大。哦，伊感觉讲啊，这台湾的政治哪会安尼，这无讲道理就对啊。哦，所以伫这228，我安尼甲收集这资料的时候，我发现讲，对花莲、宜兰、嘉南、台北啊、桃园、新竹安尼一路到台中，哦，啊到彰化、云林、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。差不多拢总有医生吼，去牺牲去，拢有啦。因为当时的社会，这个足凄惨的，这个，所以领导人足侪是医生。对，所以我想讲下晡吼两点半吼，咱的听众朋友，若对这个代志有关心的吼，啊嘛欢迎您来历史博物馆吼，
啊，我要来好好介绍这个医界和二八的关系啦，吼。好，咱过来听一段音乐，我过来继续和老医师请教，吼。别问我痛算什么，默默的忍耐越挫越勇，永不退缩，肩膀扛的都是梦，希望我能成为你心中的英雄。别担心，别怀疑自己，兄弟们干一杯，明天继续拼个未来，每步都很走心，你会看到我的爱永不退缩。将来的每一天要抬头，要挺胸，永不气馁，永不放弃的往前冲。男人一生一条路，心里有话总是说不出，苦一点累一点算什么，我一定扛得住。人生总是起起落落，还是要坚强的生活，哪怕天塌下来，只要有你一起度过，我会扛得住，扛得住。别问我痛算什么，默默的忍耐越挫越勇，永不退缩，肩膀扛的都是梦，希望我能成为你心中的英雄。别担心，别怀疑自己，兄弟们干一杯，明天继续拼个未来，每步都很走心，你会看到我的爱永不退缩。将来的每一天要抬头，要挺胸，永不气馁，永不放弃的往前冲。男人一生一条路，心里有话总是说不出，苦一点累一点算什么，我一定扛得住。人生总是起起落落，还是要坚强的生活，哪怕天塌下来，只要有你一起度过，我会扛得住，扛得住。扛不扛得住啊，董哥？两个小孩扛不住，会有点想扛不住。我还是年轻的扛好了。我试着扛得住。男人一生一条路，心里有话总是说不出，苦一点累一点算什么，我一定扛得住。人生总是起起落落，还是要坚强的生活，哪怕天塌下来，只要有你一起度过，我会扛得住，我扛扛扛得住。欢迎各位回来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啊，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哈啊，今日和咱对谈接受采访的哈啊，前高雄医学大学校长刘景宽哈啊，刘医师哈，伊是神经内科真出名的医生啊，对这个中风啦、失智症哈啊，特别有研究了哈啊，即马是无做校长，所以吼较有时间吼。啊，参与足侪即个社会服务的工作啦，吼！啊，拄则阮讲到下晡啊，要伫即个高雄的历史博物馆，吼！啊，要办一本新书发表会，啊，主要是要谈即个台湾医界，吼！啊，对台湾社会贡献啦，吼！啊，其中因为今日是二八，所以会特别做一个啊二三十分钟的即个介绍。台湾医界和二八的关系啦，吼！啊，我这本册吼，我今日早起要来电台，我较家己搁较掀一个，真趣味呢！我写108的医生吼，和高雄有关系吼，差不多有21个呢。哦，嘿嘿，这比例算真高呢吼，我嘛无想到，你知嘛吼？那全台湾108个内底，和咱高雄有关系医生竟然有20几个吼。
啊，这可能第一是因为咱这个高雄吼、哦，是现代医学传入来台湾的这个一个门户啦，哈、哦。是。咱这个高雄港吼、哦，在清朝的时代就开放通商的港口啦，啊，所以迄阵西方的国家吼、哦，啊，特别是英国，迄阵是海权上强的国家。是是。所以英国的这个传教士和医生吼、哦。啊，对基丁定律，啊，你要去台南哦，去新老病院，啊，伫高雄基丁某些一个海关病院，嘿，伫遐派英国医生哦，啊，伫遐咧替即个检疫啦，吼、哦，公共卫生啦，啊，个即个英国兵啊看病，啊，个嘛替台湾人看病，哦，啊，即马雅各啦、万巴德啦，吼、哦，即拢对高雄起来，连马街嘛是对基丁登陆的咧，啊，你要卡去迄落。北部淡水啦，吼！啊，像讲这个医学教育，我拄只讲着啊，杜聪明本来就是伫高一做校长啊，所以嘛，留足济啊，伊加入来的学生吼。啊，咱高一家己的毕业生，这个蔡瑞雄是是，第一届后来做咱的校长吼，啊，伊是肾脏科吼，真出名的一个医生。啊，咱高一早期吼。杜聪明先生对台大带一群足好的医生来高雄服务，这个郭中坡，咱高雄人在叫做第一外科，吼，啊，这个江金培，吼，泌尿科，啊，丹中医，内科，哦，啊，何耀辉 ，X 光科，哦，啊，这拢对台大啊来啊，到尾拢变高雄人啊，拢伫咱高雄服务噶，因贵姓呢，吼。啊，这搁一个真心是，咱有一个解剖学的教授叫蔡祖立啦，是啊，人那伊样的学生拢叫伊台大啦。哦，这台湾解剖学上出名的吼，啊，这嘛伫高雄哦，啊，做真侪趣味的代志吼。所以我后来讲讲，啊，这册内底吼，我写到足侪含高雄有关的，啊，二八牺牲的高雄嘛过来的啦，哦，我拄只讲到偏清科，啊，咱其实高雄哦，以前。有五海水医师啦，这是洪山啦。嗯，哦，日本时代就已经抗日足出名的医生，啊，后来丹江事件，哦，啊，丹江山，这嘛咱古医早期要创校的时的，当时，一个当时，因为他干位啦，对，啊，伊嘛是丹江事件受迫下来啦，吼，啊，伫潮州有一个王玉璧，啊，这嘛是第二八啊受到迫害，哦，啊，王玉璧死嘛，代替咱拍点金，是，这个公墓吼。啊、所以咱高雄哦，这方面嘛做真侪奉献啦吼。所以，我想讲啊，这无意中嘛，台戏我无注意呢。啊，咱迄阵阁有一个陈进武教授，是，骨折病院院长，我、啊、这嘛台湾的眼科吼，这个前锋的地位啦吼。啊，做真侪好的这个代志吼。啊，我有拄着讲着啊，李元璋啦、杨金虎啦吼，这种高雄人真知影。啊，阁咱的恩外科。哦，三代，哦，嘿，恩庄啊，病院吼，啊，伫遮嘛做足侪，啊，咱高雄阁出一个吼，去平遥服务吼，足少年的，何武庄医师啦，是啊，哦，真无彩呢，啊，少年啊，就过身去，但是我伫平遥做医生开船啊，拢去遐小岛顶管吼，在照顾病人哦，真甘心的一个医生啦吼，啊，阁有一个陈宝辉医师啦，这陈宝辉医师是咱。高雄人啦，是啊，本来伫蛤蟆星，领阿廖，嘿，领阿廖啦，啊，就因老爸哦，想讲要叫伊台大毕业，转来开业啦，啊，伊到尾去仁爱医院做院长啦，哦，啊，但是伊是台湾的这个内视镜，内视镜的专家，不过后来伊退休，阁转来阮中和医院服务，继续帮忙，啊，所以伫高雄啦做真侪照顾病人的代志哈，啊，所以我甲看起来，咱高雄确实出袂少这个。医疗的人才啦，啊，搁一个伫白色恐怖吼、喔，让人掠去，叫林恩奎啦，即共产呢，共产人吼、喔，嘛去关未少年啦，但是关倒来了吼，伊种研究台语，所以有出台语一代，哦，我所以这嘛是足无简单的优秀的人才啦吼、喔，所以实在讲。这本书如果有趣味看的人会感觉很心性就是说、这医生各式各样的人才、啊、很多元的这个贡献、啊、
听众朋友吼，那有趣味要call in吼，咱今小块会当开放来，0800529529，0800529529。哎，来，咱请讲吼，有电话入来。OK， 好，接不到吼，无要紧。那有想要问的个卡吼，0800529529吼。这是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，陈永雄医师啊，含这个前高雄医学大学的刘景宽医师哈。伫遮咧含大家对谈空中交陪啦吼。哎，有电话来笑。喂。哦，请讲。啊，我姓杨哈，啊，我请教一下，因为我顶届有听到你主持节目有一个什么凯旋的医师，你伫家访问哈。对。啊，我这两天啊都拄到吼，我囡仔迄阵读册读了精神有问题。哦。啊，伊呆呆吼，迄教授家安排住，啊，伊就佫差要出去，啊，人都出去啊。哦。啊，尾来教授我过去要甲找医生证明，无啥怀疑，讲伊开袂来回诊，我讲伊就走出去，我嘛无多通个甲抓着，啊，即马。这两天啊，迄个台北的台北医院的附设医院讲伊什么租厝底下讲甲人相拍，讲拍甲身躯拢伤，啊，听讲对方唔知安怎无，啊送医病院急诊了吼，唔知有甲注射，我嘛唔知，啊讲得过又去走出去啊，啊走出尾啊，因咧写讲伊去走出去找无，讲搁伫个北区，本来是信义区，尾啊讲伫个上山区遐无，搁去哦。去了人全家超商报案，讲感觉这个人眼神怪怪的，好无？啊，即马佮家带派出所吼，啊，迄警察袂歹，讲买便当好食，讲佮穿衫裤好穿啊。哦，警察真好心，嘿。系啊，讲佮穿。你即马问题是安怎？啊，我就是讲吼，我一旦吼要因为拖伤久去，安尼袂使啊，啊无会愈严重。即马吼，无治疗袂使啦，会共伤着啦，我就是昨一直插电话，插，你叫我捌听到吼、啊，我想讲我昨慢慢开算，但是我感觉拢因为没有那个无啥物头绪的对。哎呀、啊，对啊，即嘛、啊，你这个囡仔吼，以前捌伫对治疗过，伊捌伫台大啊，啊，敢那国中的时阵捌伫台中的款啦，啊，前后迄阵刚要挖过年，伊回来之后，我想讲要有营养，我哥哥要甲照顾，结果啊，迄嘛唔是办法啦，照顾来夹到啊，夹到家内要煮饭。啊，我本来是住伫中部甲北部，啊，我即马吼想着退休的年龄，伊拢大了，因着伫迄边，啊，我着转来伫高雄啊。好，你转，啊，你较希望伊伫对接受治疗？我是最爱伫台北，我毋是啊，伫高雄，我较少近会当去甲看，伊甲照顾啊。好，安尼我甲你建议啦，吼。啊，我着是意思讲，互伊强制招，伊即马要叫我讲，我会当甲带无？我讲袂使啊，因社工吼，甲伊借遭遇社工遐，因靠挂安置遐，伊佫甲伊讲，伊要转伊佫出去啊。所以我怎伊我无倒来报案啊。哦，你即马听我讲吼。假使伊若伫北部佫出代志啦，吼，因为伊即人无转来高雄嘛，吼。啊。我着是惊我带袂行，无倒来佫要走伊啊。你听我讲一下好不好？嗯嗯嗯。哦，伊不管是去予警察，还是去予社工，还是讲人家报案了，啊，会帮送去病院啦，吼，啊，送去病院会通知你啦，吼。啊，伊无啊，要甲送啊。啊，无啊。送去挂安置啊，讲那迄无家可归去底啊，啊，去底啊，会讲叫用。无啊，不管送去对，比如讲你讲送去挂安置，啊，挂安置有甲你联络无？有啊，就好，爱去你无？安尼就好。病院啊，毋是啊，啊，走出去啊。三种的医生哦，我伊讲要甲我协助，迄个彭社讲要甲我迄个协助，会当迄个强制就医。对啊对啊对啊，啊就无办啊，迄个医生讲甲看看听，安尼讲我都讲啊。所以你即马就是我甲你讲，像啊即马个抓到啊，即马我做完了一个启动专线个抓到。对啊，抓到不管伫信义派出所无，啊即马查每一个蔡警员哦，足外行的，讲叫我随去哩，我三更没报，我去哩，我去讲叫我甲带转啊，我带转伊就阁走出去啊。不是啦，你去哩都要带去病院啦。对啊。啊，你带去病院，你会使拜托警察甲你斗下手，你讲我这个囡仔。啊，警察我刚才问啊，人家工商分局的讲局长交代讲这件要办，你较早是松山分局。是啦，会啦，你。伊拢甲送强制就医的。对，你就是拜托警察讲帮忙送去病院，啊，你要背去。啊！这个、警察无来啊！这警察讲，伊进行情好，也无发生代志啊。无啦，啊！伊都现乱，红衫去警察叫啊，伊才会使管无代志。
啊，你家属，你甲讲，我要带这个，我要带这个囡仔去病院，带袂行，你甲我斗送。啊，因会甲你送去，啊，送去，你甲医生讲，吼、哦，过去这个情形就是安尼过来变啦，吼。医生拢不爱听咧。太歹了，医生拢不爱听啦。你家己半路啊，你伫走，佮说讲。啊，我做医生，我就对头听，到尾甲你听较紧啊。太医生拢不爱听，你唔通讲安尼，你啊无你甲带转来高雄，你送去凯旋病院，吼、哦。啊，凯旋、啊，我昨去问着啊。唔免问啦，你都爱病人送去啦，你问无路用，伊无看到患者嘛，你即摆送去。啊！你甲医生解释讲，确实我这个囡仔要送来，足无简单嘞。啊，那个大医师，我甲你讲，我昨有开开算哦。嗯。啊，我昨暝迄个警察向个口个找着啊，啊找着啊吼。啊，你拜托因送转来高雄嘛。啊，我甲伊讲，拜托你来当搞协助。伊讲，我那我都甲你送到遐安尼啦。啊，无你就去哩。你即马就是安尼尔。哎，你去哩，你就是那伫台北就近，你就是上台北的病院。吼，伊若讲我都无法度甲你送遮远，对无？吼、嗯，好，啊，你甲送台北的病院，比如讲台北有一间松德医院。对啊，人工三分叫讲上松德啊。啊，上松德了，迄急诊的医生拢就有经验的。哦，伊知影讲这是警察到上来，一定、哦、这病人都是家己无爱来的嘛。所以你就要跟医生讲，我这个囡仔过来拜拢安尼，啊，因为无得到治疗、嗯，所以伫外口出代志。嗯，啊，我拜托你给我强制住院，吼、哦，就是予伊强制住院。哎呀，佫无啊，伊就开讲讲讲。唔是啦，强制住院是唔是伊爱无啊？医生讲会使住院，两个医生看过，唔是我就惊。会使予伊强制住院。顶家去看看，拢高雄发生代志的时阵吼，为派出所讲爱成年啊，伊无爱还上。伊就走啊，走一个时都走了。啊，那像你安尼讲，你都拢无报啊。啊，就是啊，你又想得过卡来？我即马甲你讲，啊，阮都常常互人强制住院，啊，你讲拢无人要甲你帮忙，啊，哪有可能？阮伫病院，阮嘛常常拄到即落家己无爱来住院的患者啊，对不？啊，你家属若甲阮讲，阮了解了。医生嘛是有会甲你帮忙的，无迄落讲拢无爱甲你帮忙的啦。啊，我惊即届吼，好不容易找着啊吼，还去找出来，啊，即马讲伫房东门口靠，因咧衫裤拢甲弹出伫路中无。所以，我即马就甲你讲嘛，你送伊去松德医院。松德。吼，啊，松德医院的医生第一个急诊的医生一定会先甲你看。嗯，看的是你就甲讲啊，我确实要带来足困难的啦吼、嗯。你今日若阁互我甲带回去了，伊就袂过来找医生啊啦。安尼就无法度治疗嘛。嗯，啊，所以拜托的，你阁拜托第二个医生，甲我做一个判断、嗯。啊，你要先予伊强制住院，强制住院唔是永远的啦。强制住院入去一两礼拜，伊较好了，伊嘛是在同意住院的啦。所以。这病院拢有经验，会晓处理这款的较乱的患者啦，好不？吼、嗯，安、哦、尼、嗯、你若阁有困难，你拜托社工，吼、哦，你甲讲，确实我过去都拄着遮侪摆啊，拢带袂成啊嘛，即、嗯、摆好不容易甲伊带来啊嘛，吼、哦。嗯。阮伫病院常常咧处理这款的啦，袂讲无要甲你帮忙啦，吼、哦，好不？哎，顶个上高阳医，你若上来凯旋，你真正有困难的时候，你找凯旋的院长周黄志，一定周黄志，你甲迄急诊的医生讲拜托的，无你甲叫周黄志院长，我是陈永新医师介绍的，嘿，嘿，周周，嘿，周，辉煌的煌，周黄志，辉煌的煌，伊的煌是光字旁还是火字旁？火字旁。哎，周啊，智慧的智。哦，周宏志。就你就甲讲要找院长就好嘛。好、哦。啊，你甲讲我是陈永兴医师介绍的啦。好、哦、好。安、哦、尼院长就落来甲你处理啊啦。好好，感恩。好不？感恩，感恩哈，感恩就感恩的，我常常紧揢收音机来接。好啦，好啦 ，OK。感恩。好来，搁接一通电话，嘿。喂。嘿嘿，请讲。你讲是不是？嘿。我本身的这个人哦。嗯。目中风，好好好。啊，中风我今麦是和迄邱先生看的是目去恁迄个中间遐看，哎、嗯，讲、啊、我就是安怎，即摆伊就挂着中风的后遗症，啊，毋过我行路行，今麦行袂去，啊，会颠、嗯，到我医啊，今麦是安尼，这不进就一年啊。嗯。啊，你看我袂安怎？有复原无？有复原会行，啊，今麦还会颠，啊，脚行路行袂去。哦，啊，你今日在咧看？我真拢无伫底看，无咧看，嘿，我唔知。太衰，无搁看。来来，我请校长甲你解说一下。
我看安尼是有各有中风过啊，了有后遗症呐，吼啊，所以咱中风的时阵有讲预防搁再发，这是一点啊。第二就是讲中风了80%到90%的人拢有后遗症，这個、后遗症嘛是得爱以药啊来治疗，还是福建来治疗来减轻啦。啊，所以这一定爱伫病院来继续看。你原来看伫，你看原来伫对一个病院当然上方便。啊，那无你就是专精你看你附近啊，你较爱去看的病院拢会使，所以神经科、福建科拢会使。我有伫阮台南基米看吼，哦，基米嘛是好多病院啊，小看啦，小小看，我有搁去有看吼，对伊拢无啊讲安怎，啊，干那食通血咯，药安尼尔，拢无搁。哦，啊，你就爱甲问啊，爱甲问嘿，甲问了。医生讲话，你就甲问，医生就有义务甲你回答。你讲我是安怎，还搁会安尼颠嘞颠嘞，吼，是。啊，你甲讲我对无满意，我感觉对搁无力，吼，啊，这有当时也是爱去复健啦。有啦，我有去针灸啦。哦，针灸啊，复健，你敢有去复健？没去复健。不对嘛，啊，所以医生有当时甲你检查啊，评估了，伊会阁转予复健科，后续阁爱训练。哦，像讲你对较无力，伊爱甲你训练，教你安怎运动。吼、哦欸，这后遗症本来就是慢性的病啊，吼、哦，所以你这个后遗症要伫治疗，当然是爱有耐心来去。我听问啦吼、欸，你即摆有倒来共看？欸啊，刘医师，你今麦我伫高雄医院啊。哦，高雄医院就对啦。对，嘿。啊，我今麦去找你就对啦。会使，你上网，你上网查看伊的门诊的时间，好不？好，拜托你再刘哦，刘景宽，哈，刘景宽医师，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，不客气。哦，够有电话下。哇，这真热门呢！刘校长，你接不了啊！来，听一下好。哎、欸，医生你好。OK。哎、啊，今麦我是最新的科技啊，吼，同位咯。啊，为什么咱食西药啊，吼，食迄高血压吼药啊，拢食袂好对无？爱食到死对无？吼。啊，那个食了5年至10年，又多出一个糖尿病出来。啊，吃。吃这些药越吃越多，高血压、糖尿病啊，无得心脏病对吧？哈、哎，啊，你假如20年左右得那个成支架痛会咯，啊，这种长期吃西药，加一加个西药，加袂好啊，哈、哦，啊，为何这个我们看病就是找医生对吧？哈、嗯，啊，医生是要治病，啊，为什么和咱那里加个有后遗症？啊，加个有病。好，来，我请校长跟你说明哈、哦，来，嗯。咱较好的车，予你面子的 BMW， 你用20-30档就爱进厂大修啊！哦，所以其实咱人的身体本，卖讲你得食个死啊！我当然是爱预防为主啦，吼！比如讲，你按拄啊讲的高血压，咱就是讲唔通食伤咸，啊，这个糖尿病就是唔通食伤甜。你爱知影咱即卖食的甜度，你少年时代食的甘蔗，即卖的甜度即卖是。含黏膜的迄个甜度啊！就是讲，咱食药啊，食西药，食伤多都会生生生。不，不是，不是，这不是食西药啊引起的，这是咱的生活上。欧巴桑，我甲你请教吼，你食饭太食一世人，你太无爱食3个月，食3档就好。对啦，啊是讲，你食饭一世人，就是因为你需要迄个营养。对啦，啊是。啊，你爱保持你的健康。啊，食药啊嘛是同款，你会经硬化，血压高。啊！我药啊，让你的血压卖悬，不是讲药啊吃落血紧张软去呢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迄病不是讲药啊吃落病就无去啊啦，哦，安尼你了解无？长辈就是讲啊，啊，不是讲吃药啊，佮走糖尿病出来啦，迄是本来你就有糖尿病啊，未发作，啊，到10年后你糖尿病发作啊，20年，啊，爱糖尿病，啊，你都血紧一直硬化，啊，血紧硬化，到尾啊血也未通。当然是控制食。高血压、糖尿病患者，伊家拢唔免食药啊，有哪足济？无人讲高血压就一世人爱食。那高血压爱一世人爱食，表示讲你已经血管硬化足久，你已经足久无去了解，啊，无去发现。啊，若无初期的高血压的患者、糖尿病患者、高血脂患者，其实不一定爱食药啊。你的饮食的调控嘛，足济人就好去啊。哦，运动爱做。啊，所以当然是会当唔免食药啊，减轻食药啊，是介好。啊啊，
你长辈啊吼，无食药啊，拢唔免撑支架，啊那食药啊落去啊，拢爱撑。无啦，无啦，无啦，无啦。啊那无食药啊，含撑支架机会嘛无。有在食药啊人足侪嘛，免撑支架啦。好啦，每一个人的状况无同吼。好，安尼我看咱的时间已经够啊吼。啊，今日真多谢刘校长来了吼，啊，也阁真侪问题，我看你还阁来一摆，较我倒阁继续接电话吼，多谢，多谢各位观众，听众，嘿。